奉行，从事脱脂莲胎，永离业海，执政阿毗跋致，圆满无上菩提。朝见其在道场，所有诸文对佛共读，大愿经中。香港大屿山，香港国际机场，亚洲国际博览馆，香港净宗四宗弟子宾释迦如来，一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。谨记香港净宗四宗弟子，奉佛修斋，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，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，往生堂上众生无量灵，世界各地天灾人祸，意外罹难众生，十方八界一切无私孤魂，千秋战争，死伤尽民，及罹难众生，中华民族历代各次战力中，死伤尽民，及罹难众生，等中亡灵，香港经海域诸神区，须诸神中，香港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，香港经各自降神须诸神中，香港经所有妙义的神尊神，四海龙王众尊须诸神中，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，十方刹土为尘，法界一切众生，
其间三十七年佛事建堂，养生功德足，香港护寺喜在，慧远会是众弟子，功德主代表张孝达、王孝燕、王义辉、李义文、吉林三千人等是摩挲混响之心。天条一世家文佛，西方极弥陀如来，观音是自地藏菩萨，各宝经祈请护卫中华民族文兴显祖，及往生堂上众生亡灵，千年几世以来圣光未铺开，前途是茫茫，为宝华先登彼岸，坛地太师默默朝见功德几度慈航，直接清明祭祖祈福喜在，三十七年法会之际，眼前敬宗法师所为祈见喜在，朝见道场使用日功德一宗，恭送佛说阿弥陀经，往生神咒，弥陀圣号，奉修清净香斋，参耶稣陀，上供十方三宝，财龙天福将化验慈悲行先祖，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，往生堂上众生亡灵，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，十方八界一切无私孤魂，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，中华民族历代各次战役中，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，珍重亡灵，香港经海一诸神祇，须诸圣众，香港经三圣徒弟身，诸后身，香港经合则降身，须诸圣众，香港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，四海龙王众尊，须诸圣众，十方法界愿为乱动行为众生，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，长持良音，早生净土，护音严禁，众尽心共度，早暮时期情同存，恭祭三宝，真名朝见文殊，是为公元2012年十月五日，岁次壬辰年三月十五日，主修法师沙门寺进宫，修在弟子香港护寺喜在念佛。法会始终弟子功德主代表张孝达、王孝燕、王义辉、李义文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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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
庄严土。